我们看一下会考这一题。那现在呢，这里面呢，哦，有三条线。那这里有三个点，一个叫做 P，啊，一个叫做 Q，另外一个 R 在这边。R 是 PQ 这个连线延伸出来的。那 P 跟 Q 题目说的特性就是这边是4比上一，好，那这边也是4比上一。哎呀，这两个哈成比例，就是平行线接比例线段的特性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条跟这一条是平行的，所以这两条平行就表示说这里的垂直距离会是相等的，所以 Q 等于 R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一段跟这一段谁比较长啊？看起来的确这个是比较长。那如果你要讲清楚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把这边再平行的做过来，好，这样子再做个平行线啊，这是平行四边形，这边跟这边是一样。那这个角呢，其实这个角比较大哦，大于90度，所以根据大角对大边，所以我们知道这段会比这段长，所以这段当然就比这段长，所以我们有这个 RC 大于 QE，所以这题答案就是这个选项 D。好，所以这边用到概念就是这种平行线接比例线段，那还有大角对大边的特性，就可以解出这一题。